原谅该一起爱当自讨的。大家好，我们是五月天，我是阿信，我是怪兽，我是龙马翔。今天来介绍我们的专辑后青春期的诗。今天呢，因为在这边 Kiss Radio 嘛，我觉得用比较不一样的、比较即兴的方式，即兴的方式，对吧、啊？因为很严肃的方式，大家别的地方看多了，看多了，啊、所以即兴的来介绍，来即兴的方式、啊。首先就是，哎，这段录多长？三分钟，三分钟的即兴，三分钟即兴简单了，简单。三分钟即兴对我们来说其实算是小 case， 对，还好。光这三分钟，拜托，都还没有讲到专辑。真的就结束了，决掉了，对啊，太少，轻轻松松的小通告，对对，还好，三分钟。那我们来介绍一些什么好呢？介绍我们新专辑，不，新专辑《后青春期的诗》。后青春期的诗有什么内容呢？内容，里面有音乐。这不是废话吗？是啊，不能讲废话，是要讲废话。为什么上通告要讲废话嘞？对啊，讲一下三分钟啊！好啦，不能怪他，我们有很多通告都在讲废话。是啊，但这个通告不要讲废话，要认真，要讲真的，要介绍专辑，标明内容物，十二首歌不含三句腔。对，还有门票，没有，就算有也在千分之一，可是大家不用担心，听人不伤身体。对，因为其实我们的做音乐的第一个也就不伤身体，第二个再讲究好不好？对，但是我们很伤身体，还好啦，还 OK 啦，而且是合理的价格，因为你先分回好多，合理的价格，合理的价格多少钱？四百，有些地方有些上面啊，像台北车站那一带啊。卖比较便宜，再更便宜，398哦，389可以，什么价钱都有，都有，对啊，而且还有演唱会门票，对，对，划算，12月13、14号，中山，其实跟大家讲啦，一张就是这个400块，其实买到一张演唱会的门票，真的划得来，划得来，因为一般来说那种演唱会可能都比较高一点，800啊，摇滚区的，还有到2000，就看力宏坐那前，力宏的最前面多少，我花了6000。真的还假的？哇，还有代表朋友了哦，朋友哦，对啊，所以说其实这400块是买他演唱会门票，然后还有花得来，还买到音乐人的自尊，真的，这张真的有自尊，因为是正版。对啊，那哎对啊，那我们专辑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？12首歌，不看原声，那不然就一看就知道了，好不好？谢谢大家。